是飞过来多久？你两点半起飞啊，2:20起飞啊，1个小时啊。他是2点飞啊，他不是2点到，他3点才到。然后我就想，然后我就这样，我就可以先上课先啊，因为我纠结了你，你在去面试。林雅去哪里？在哪里？林雅区到底是哪里？没有，林雅区到底在哪里？你听我讲话吗？走，走，林雅区在哪里？林雅区在哪里？中心是哪里？我因为一节3点才到，所以我可以上完第五节再去啊，1:30到2:30是哦，这样5吧6的话就来不及吗？因为一节6:06，我下课的时候他就已经到了啊，我不可能这样等半个小时。对啊，然后其实我在想说，我去一节吧啊，我被钟老师砍，因为我这样子我怎样请假，我不知道。你撞我。